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七天，到底是川普还是贺锦丽是下一届的白宫主人？当然，全球都非常关注。但我们要先带来看到一个意外事件哦，就是在美国的奥勒冈州还有华盛顿州，现在呢这些地方还有很多的区块都已经展开了提前投票，但偏偏在这两个地方呢，竟然出现有投票箱被纵火的案件，而且呢有数百张的选票被烧毁。警方就研判说，这两起的纵火案件是有高度的关联性， FBI 也已经介入调查。投票箱竟出现焦黑破洞，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处投票箱在周一凌晨起火，好在只有三张选票受损，但是华盛顿州温哥华的票箱就没这么幸运。Just 15 miles away in Portland, Oregon， 两地被纵火的投票箱距离只有24公里，温哥华的票箱被烧毁数百张选票，抽到地上留下灰烬。波特兰警方从点火装置判断两起火灾有关联。Our officers quickly determined that there was an incendiary device that had been attached to the ballot box, and that is what ignited this fire. 不仅如此，月初也有投票箱被烧，严重破坏民主进程行为。美国 FBI 介入调查。Hi guys. 贺锦丽跑到密西根州半导体工厂，大赞美国经济要抓住劳工的心。You listen when he talks to his buddies.Like his billionaire buddies, remember he did the tax cut for billionaires and big corporations. He's not working for or concerned about working people. 另外，民主党催票机奥巴马在宾州造势，猛攻川普造势场，嘲笑波多黎各是垃圾岛的言论。If somebody does not respect you, you should not vote for them. 川普反指奥巴马的太太蜜雪儿超级讨厌他。The newest line from Kamala and her campaign is that everyone who isn't voting for her is a Nazi. I'm not a Nazi. I'm the opposite of a Nazi. 美选倒数一周，川普贺锦丽激烈攻防，就怕出现极端政治暴力。TVBS 新闻综合报道。所以说，下一届的白宫主人到底会是谁呢？刚我们提到了，全球都非常关注，而且呢，有很多的人也展开他们的预测。我们就来看到世界上最准的经济学家他是怎么看的呢？他认为说，在2024这一年呢，红色浪潮可能再度席卷美国。他说出了这个川普很有可能重返白宫，而且他有其他的两个剧本，包括是共和党会重掌参议院，众议院的部分呢则是势均力敌。但是巴罗说，其实川普目前看起来的话，在经济层面上的赢面是比较大一点点的。但是他还点名说，不论是川普不论是贺锦丽谁当选，基本上他对美国未来的经济都是看好的。但是当中他也点出了一些隐忧。刚刚我们说到，他认为说川普很有可能重返白宫，但是川普的经济政策两个大旗，一个是减税，另外一个关税，这两个税可能对美国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到减税好了。减税呢，其实可以让美国的经济在2025年预估它的 GDP 可以增加2.1到2.3个百分点，但长期来看也会让美国政府的赤字是再度扩大，所以长期来看他认为说是有隐忧的。另外呢，在关税的部分当然对台湾影响也非常大，但同样的也回过头来影响到美国经济。他认为说对全球的经济增长是有所损害的，所以长期来看或许现在达到了政治目的，但是在长期观察来看是有所不利的。还有他也说，如果在今天川普胜利但是面临到一个分裂的国会的话，他可能会把重心转到外交上面。但是在今天如果是贺锦丽胜利，国会也是分裂的话，他可能会尽量的维持现状。但是我们再从民调的数字来看看，到底现在谁的赢面比较大一点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川普似乎赢面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到 CNBC 的调查，他说如果从全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川普的支持度是比较高一点的，来到了 48%， 另外贺锦丽的部分则是 46%， 当中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是如果从摇摆州的这个调查来看的话呢，川普的数字是 48%，贺锦丽的调查数字是 46%， 当中差距也依旧是非常的小。
双方可以还是说是一个五五波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如果今天这个族群呢是优先考虑怎么解决通膨、怎么解决经济议题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是大幅领先，来到了42%，而贺锦丽呢只有24%。再来，我们来看到《金融时报》的民调，他说，其实从经济议题来看，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川普的。略胜了一个百分点，还有如何让选民的财务更好，这个领先的就更多了，来到了将近有8%，川普获得45%的支持率。所以以旧经济还有降低通膨的观点来看，其实美国选民是更相信川普的能耐。但是川普的副手范斯最近呢就提到了台湾，他接受 Podcast 的专访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还有支持台湾会比军援乌克兰来得更加重要。普副手范斯到威斯康星造势。And my response was, can we all just take a chill pill and take a joke from time to time? This is ridiculous. 在台上要选民别那么严肃，多点幽默感，就是因为先前川普纽约集会，一名喜剧演员歧视波多黎各的言论招来批评。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而范斯在美东时间26号接受节目专访时提到台湾，声称台湾在全球晶片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对美国而言，印太地区的稳定以及支持台湾比军援乌克兰来得更加重要。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台湾两个字出现在范斯的演讲中。It was treason, and is it any wonder that Putin then invaded Ukraine on her watch?Or that this very moment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on her watch when 今年8月，范斯到北卡造势，主攻国安议题，就曾提及台湾。面对激烈选情，过去立场倾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打破36年惯例，今年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引来不满。Thousands of subscribers have canceled their subscriptions in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as a result, and a post editor at large and a columnist.Have both resigned in protest. 原本挺贺锦丽的草稿都已经拟好，却收到老板贝佐斯指令突然喊卡。贝佐斯周日发表一篇标题为《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的文章，内容提到这全是内部决定，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换条件。而之前遭到美国司法院警告可能触犯联邦法律的马斯克，现在直接遭费城检察官起诉。Now, Philly's district attorney is calling it, quote, an illegal lottery scheme, and has filed suit against Musk and his pro-Trump PAC.根据 CNN 报道，起诉马斯克的检察官是个民主党人，他认为马斯克发送$100,000的挺川行为，显然在试图影响选民的抉择，暗示参选乐透彩的选民应该要怎么投票。 TVB 新闻早报道。而更多的美选话题呢，等一下的聊美选，我们都会由 TVBS 新闻网的资深记者黄正仪 Joyce 带给大家更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要先来看到，其实同样也是影响着美选的一个议题，当然就是俄乌战争了。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在俄乌战争过去一个月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根据法新社分析这些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来看哦，其实，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俄罗斯军队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多来到了478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而且这个数字哦，已经是开打以来2022年的3月以来最多一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过去一个月，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可以说是攻城略地。当中哦，我们来看到，像是库皮扬斯这个地方周边的这个领土，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将近有40平方公里的。区块，所以当然现在俄罗斯军队也持续在东北部的前线推进，但是同样在乌东大家很熟悉的地方，我们一再提到的就是顿内茨克，现在呢是有2/3的领土都被俄罗斯的军队所占领。所以说我们就来统整看一下，从这个战争开打到现在，俄罗斯军队到底占领多少的乌克兰领土呢？包括是俄罗斯侵占了乌克兰领土，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呢，只有这个584平方公里，一整年在去年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部分，俄罗斯军队似乎呢
攻城略地的范围更多了，蚕食鲸吞。若去年说是这个蚕食的话，今年绝对就是鲸吞了。2024年十个月过去，已经超过了2660平方公里。开打到现在，总共是6.7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已经被俄罗斯所占领。对俄罗斯来说，如果真的要谈判的话，这绝对是非常好的筹码。未来这个乌克兰的领土还有它的国土的版图会不会有所变化，这也是持续值得观察的地方。但是我们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也是有北韩的援助。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讨论说了，其实他们用了北韩的士兵，现在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我们来看到北约的资料，北约就说了，北韩的军事部队已经部署到了库斯克，要当俄罗斯的援军，为了弥补的是俄罗斯的这个兵力损失，而且这个进度也已经推进到了乌东。而美国是怎么说呢？他们说之前原本预估只有3000多名的北韩士兵进到了这个俄东，而且呢要帮助俄罗斯，但现在这个数字再往上揪，已经有10000名的北韩士兵到俄东受训，而且他们也挑明的说，如果北韩加入的话，美国将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设立新的限制，意思呢就是针对乌克兰要使用美国的武器攻打俄罗斯本土，可能未来呢这个标准是会再放宽的，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但是也没有表明说将会准许深度打击。不过现在在俄乌战场上依旧相当焦灼。Бачила, звісно, летіло щось і прямо вниз, вниз, вниз і в цей будинок。乌克兰首都基辅上周连续2晚遭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一死五伤。尽管战场人力损失惨重，俄军至今的伤亡北约估计60万人，美国情报是50万人，但军备武器俄军并不缺乏，自己盖的大楼自己炸。10月28日，俄罗斯用引导炸弹摧毁前苏联政府建造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地标古迹工业宫，这栋苏联第一栋摩天大楼曾占列世界遗产。Попередньо для обстрілу використав ворог власну авіаційну бомбу з інфікованим модулем планування та корекції. 俄军摧毁地标，企图打击民心士气。第一线的乌军则遭受重大的意志力考验。乌东顿内茨克的塞利多韦遭遇俄军三面夹击猛攻，记者和采访对象都随时可能为国牺牲。Вот так просто не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що лінія фронту вот там, да? Вона,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якось напівколом, да?整周没休息的日夜战斗，乌军士兵快崩溃。俄军无人机、火炮与迫击炮数量是乌军10倍。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用重型装甲车，而是人海战术。两军最大差别在于，俄军不在乎士兵生命，目前也不缺送上战场的炮灰。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n troops have been sent to Russia, and that North Korean military units have been deployed to the Kursk region.Another breach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is really highlights Russia's desperation. You know, tin cupping to the DPRK, to Iran, enticing DPRK soldiers, you know, if they were to ever enter the fight.几天来，五角大厦一直用普京绝望、衰弱球员的角度解读北韩援俄士兵一事。但10月29日传出，美国国防部松口，一旦北韩参战，将不再对美国援乌武器设下新限制。是否西方与乌克兰其实也感受到压力？美方仍未解除美援武器不能攻打俄境的限制，但从最新曝光的北韩赴俄士兵影片看来，1万至12000名士兵可不一定都是南韩防长口中年轻又营养不良的炮灰菜鸟兵。Verwachten dat zij allereerst in koers zullen worden ingezet. Dat het met name om speciale eenheden gaat vanuit het Noord-Koreaanse leger. 荷兰国防部长的话令人担忧。八月初冒险攻入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地区的精锐乌军，在疲惫作战3个月后，可能要面对北韩特种部队暴风军团的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回家乡德拉瓦州提前投票。记者问到此事，拜登借机批评川普，卸任后曾6次与普京通电话。克里姆林宫不愿证实此事，克宫发言人只表示负责任的不公开高层对话。至于北韩的多方合作，属于俄罗斯主权范围。It's very dangerous, very dangerous. And, the idea that Kamala's opponent is talking to Putin, discussing what should be done.
美国人选出的总统对乌俄战争结局影响很大，这让许多人感到无奈。比利时女子阿尼亚的养父母也很无奈，跨国领养来的孩子长大后又回去了，还是上战场。出生就只有单腿的阿尼亚从小被比利时烈日的家庭收养。有从军梦的阿尼亚26岁时才查到，她除了有波兰血统，还有个乌克兰祖父是扎波罗热人。战争爆发后，她先加入人道物资运送车队，后来听说有受训机会，毅然加入成为外籍战士，负责操作无人机侦搜。Juste de savoir que je suis obligée de rester ici, c'est la plus heureuse au monde, c'est...在热情中燃烧生命是一种幸福。被送上乌俄战场的北韩士兵是否觉得幸福呢？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用北韩士兵没有体验过的幸福当作投降诱饵。韩语配音的宣传影带针对北韩援俄士兵制作，花木扶疏的社区，明亮干净的房间，带领养的宠物猫，有肉有菜有饭的三餐。乌克兰军队招降计划对北韩士兵展示了专用俘虏营内，在家乡都不曾有过的幸福生活。就算被逼上战场，人生还是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希望北韩士兵好好把握。 TVBS 新闻综合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